会有人没有船爪的吧？谁呀、啊？奈斯有吧？旧时代的产物，你有没有去啊？我世界的都行。哦，好，那没事。承接任务。我还是把我丢包来挖矿欸，有那么爽啊？一次历劫倒下还不够坎坷呢。已经刷完了是不是？我说你那边的任务是刷完了，然后没刷到是吧？一直把我丢来挖矿啦。那还不错啊。不用不用。辣酱。没有，那边一样，我们把它吃掉。承接。调查。普通的最后一次，再没有就刷紫色的了。啊，只能换第一站的了。正在想办法化不可能为可能。在刷流转的大题。那你都是银，三只都是银。水妖鸟大惊，血鸟大惊，雷狼。水妖鸟那次好像没有。啊？水妖鸟那次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对啊。水妖大惊吗？对啊，大惊啊。啊，我没有。看，我都记得你们需要什么。那我就先不刷了。啊？他们两个打、啊。哦。那、啊、万一我刷到雷狼龙的玩？对啊，
那不管，我要继续刷。哦，那不关我的事吗？谁要想两个人打的速度应该是很快啊。那只就是走出来就回家了。好喜欢挖矿哦！天哪，把我丢到同个地方挖矿哎！你说健美装，2月28。哎呦，2月28就跟了。可是他没有外观哎，我以为外观没有外观很失望。没外观就直接那个啦，穿那一套的。不知道他那一套强不强啊，东西。强啊！我记得很多人都是搭胸部呢，然后配黑狼腿，对啊，配黑狼腿，就跟我现在很喜欢那个金狮子的头一样，长马尾很好看。那么多场，好歹也给我一个金的吧，人可以。嗯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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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敲我？都是语音。啥？龙毛央鸡迷离。怎么都是乙？雷狼迷你，雷狼迷你有了，雷二迷你，雷二迷你有了，很 nice 啊。2月20，水妖鸟集团，你们结束了没？确认一次我的雷狼好了，我觉得是有的。还没，如果雷狼的话，我是最大的。啊，我不知道杰超怎样。杰超应该跟我们一样啊。杰超应该是跟我们一起。杰超，杰超，你雷狼有没有大？有没有小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现在打不开。水妖鸟让他们陷入了苦战。因为这是最后一个任务了。那次不是看到他就对他 Oh my washing day 就出来了。我现在是没有那样的调查，我要说，三爽没？啊，原来是战地记者让他们陷入了苦战。我怀疑这个任务没有，怀疑这个任务没有大小金哎、欸，刷了那么多场，连别枝的大小金都没看到，连银都没有了。有啦，有银啦，有一场三只银的，就是没有大小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拿到有大金。嗯。
在这边一直发呆呢。可以什么？你可以继续帮我刷流斩龙啊。没有啊，啊节操没有看，我不敢离开地图啊。哦。你说迷你吗？对啊。雷朗。对。我有了。好。你说什么流斩哦？从龙回来。哦、靠腰了，凶恶龙滚啊！我看到一个迷你兴奋了一下，凶爪龙哦，好了，凶恶龙啊，不是凶恶龙，凶恶龙是谁？就那个啊，长贼龙啊，麻痹贼龙。哦，大凶恶龙，你这样讲我才知道，你是凶恶龙。哦，小凶恶龙。拍谁？可回报奖金？可以刷了。嗯，好。我放陷阱，等我一下。刷新。有耶，又有碎龙的任务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巨魔之地有没有阎王垃圾。我刷到都早上了，还没刷出来啊！我也刷到雨停啊！听起来像是刷到一个卡片的名字，雨停。刷一个人名好吗？我记得有个雨停在聊天室的。好，子珊晚安。刷到 SSR 雨停。子珊有机会再来吧？有空再来不是有机会啊？有空再来。没，那估计是没机会。不要，我需要人，我需要人数。那个龙毛央西在那个鹿珊瑚的那个什么？那个背上面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要拿石头丢一只下来。哦。然后要马上去抓，因为掉下来马上就跑掉了。看一下，好，我去看看刺激的，我的巨魔之地有猛牛龙，来去看看。好，看一下是不是力战的？对啊，又是熊爪龙迷你，你在干嘛呢？熊爪龙，别闹了。回归好了，说不定是。还有什么对答案？有什么未来？这故事的都太精彩。哎，晚点继续来剪片。呵，哎、欸、是哎、欸，力战的。哦，来了。来啊！来啊！来啊！
应该不需要布区吧？打完这只就出来了。要力战蒙牛的来哟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妈上来了。你妈上来了？嗯，那也是没错啦。阿姨好，妹妹好。妹妹，你怎么不讲话了？妹妹，哥，要不要吃宵夜？他在一还一，他在一还三呢、啊？三，他在三被黄怒恐暴龙欺负。好、啊，两只都力战的。对啊，以前猛牛龙足迹超多哎，现在都没有了，魔物变多了。去了吧，不要啦，打完出去啊。加崩加崩，就现在都会刷一刷，看一下那个巨魔。哇，谁用高级餐券啊？这么棒。哎、欸，我到昨天才知道坐下可以回体力耶，耐力啦。就是休息啊，嘿啊。哇，到昨天才知道耶。不用理他。嗯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外面还不会卡，巨魔之地有一点点。卡的感觉了，这地图的读取量太大了。哎，白痴！走了。他的判定好大哦，滑过第一段，他那后面会有二段。猫软个脑袋吗？我还在吹。好，那你先。刚被撞了。比较重要。哎、欸。天是紧急。
什么？你们又在一起了？不止他们啊，后面那个也来参加了。哎呦，居然是金丝和恐暴。哎、欸，猴子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有瞬移啦！去哪？困难重重哎、欸。真的是困难重重。哦，分开了，分开了，分开了。没事了，终于只剩下你我们。就他小。我划过了他第一段，他的判定会有第二段呢、啊。哦。我在睡他。他晕了。讲很好。睡到晕晕。刚看到他的睡眠的状态跑出来了，然后他。对，我有看到，不过没关系。我太晚讲了，好了，可以抓一次、欸。没了，哈哈，是我啦。对了，好，哇！不起来，不起来，不起来，起来会死！哦，赶快跳下去！我就烂。
说，碎片。我第一次不想要那么不想要你卖碎片啊，就是在这里，给我巨大丢掉。真难要。还是导出一只碎龙看看，这样叫不屈了。碎龙大人都有了。哦，对耶。啊，不眠啦，哎、欸，不眠有大吗？没有。好，倒一次不眠出来哦。哦，呵啊，又出一只不眠龙。荒地，确定。猴子跑好快啊！是什么呢？没有，都叫出来就把他杀了吧。嗯。点一下主机哈。好可爱哦，坐在这边晒太阳。我撞咯。好。
哇，掉到哪里去？哎，帮忙！没石头，你没事。哎，他往地上一拍，我快没血哦，没事没事。散了散了散了。开我红哦！哪里？装死啊你！你进龙？你已经没大进了，不买。哎呦，原来在旁边，讲他坏话还被听到。
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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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有回家狱。跑啊跑啊跑啊跑！噔噔噔噔噔噔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边啦。明天再继续。OK。小。他的感谢总还有歌啊！我的天啊，歌还在耶。哇、哦，真的好冷哦。等下去上厕所，马桶又好冰，我的天！重探神龙棍。好了，感谢今天的收看，今天真的人数飙到了很高，所以我其实还蛮开心的。那感谢今天挂台的各位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你要关台咯，大家晚安，早点睡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